大家好，我是 Frank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English for You。大家应该都准备好去跨年了吧？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全世界各国要怎么样来庆祝跨年倒数呢？一起来读读看今天的文章。首先在文章的一开头，我们就先看到了 strike 这个单词。这个字啊，原来指的是钟敲几下的意思，而这个字的动词三态是 strike，struck。 要请各位同学注意，它的 P P 有两个，你可以说 struck，也可以说 stricken 这个单字。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指钟敲了几下，但衍生出来也可以指敲打一件东西，甚至是可以指天灾，例如台风、地震侵袭一个地区，都可以用 strike 这个单字。所以举例来说，我们熟知的灰姑娘在钟敲十二下的时候，就会变成一个平凡的女生。英文就要讲。 Cinderella will turn back into a plain girl when the clock strikes twelve. 或者我們也可以說,有一个严重的地震, A serious earthquake just struck Japan last week. 當然strike這個單字還可以當作名詞, 這個時候要講, The worker's plane too. Go on a strike to protest the unfair tax policy。工人们打算要罢工来抗议不公平的税收政策。而下面的文章又讲，对许多人来说，新年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开始。在下方我们看到的这个句型叫做被视为、被认为的意思，英文当中叫做 be seen as。 而英文当中同样被视为,你也可以说be regarded as,或者说be viewed as都行。所以德雷莎修女被认为是个圣人,因为她终其一生都来帮助穷人。英文就会讲Mother Teresa is seen as a saint because she devoted her life to helping the poor. 而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mark 这个单词。mark 这个字啊，原来的意思指的是标明的意思，但是 mark 还有另外一个含义，表示显现、显示、意味着的含义。所以我也可以说，这幅画就显示着这个画家的画风一个新的阶段。The painting m a r k a new stage in the a r t i s t style。以上是我们前半段的课程内容，先休息一下。